在这里，老师要给你们一个忠告：给自己的4年大学生活定目标，摆个小摊，做个兼职，甚至谈个恋爱，都算。要不然，你们回过头来会发现，你们的人生巅峰，也许只停留在高三那一年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快回来！谢可曼出事了！我们就别恶草森了。 不怎麻烦的吗？事实上，交朋友就是彼此麻烦的过程。如果你当我们是朋友，就请来麻烦我吧。虽然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麻烦别人，但却因为互相麻烦成了彼此心爱的朋友。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从彼此的麻烦变成了彼此的羁绊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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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！快乐！ 让我们红尘作伴。别唱了，都几点了？我的小小伞终于落在我手上了。